下这淹了，这桥底下停的这个车已经被水泡上了，谁的车啊？这两个看一下，赶紧开走吧，这边是水泡车了。我天，把车砸了两辆车！姐刚打的呀，打了，跟你说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没有呢。啊，你看路上点子了吗？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刺激不刺激？啊！我靠着呀！你说刚才吓人不吓人？树都刮倒了，树都刮倒了，多粗的树啊！你看看。2024年5月10号，今日青海湖大雪。看看看看，5月10号的大雪啊！又开始下了啊，大雪纷纷，5月10号下大雪了啊，看下的厉害不厉害。
别长得低了，我们没吃到有个螺哎。哇哦！看呐，整套车流，看阿姐在那个亚巴一街那里弄水的，分一点，水要供了去啊！呜呼！一点半夜放那啲沙发放在旁边个铺香香铺香香，你看，啲入边嘛水供落去齐齐，然后嗰边啲一啲水到膝头屋，你看我只店铺啊，哎呀，爽咯，得意咯，开龙船咯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